人间有爱，爱在人间呐、啊。今天呢是大年初七，我们大家都相聚在北京，共同欣赏着全球优秀的华语音乐带给我们的无限快乐。应该说，这也是一种爱的证明，因为有爱，我们能够战胜一切的困难。这个今天是大年初七呀、啊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哈、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再过几天大家就开工的开工。啊，开业的开业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一切都步入了正轨。也希望在这边祝各行各业生意兴隆，也祝同学们学业进步，更祝大家呢平安就是福啊。我们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，就像雄鹰一样鹰翔九天，鹏程万里。节目的一开始就安排了一首动听的歌曲《鹰之恋》，让我们有请童安格。哎，鼓励一下。反复念着你的名，没有自己的表明。